连两瓶装都不装了哈。啊。我都去买菜嘞，但是最后回来要那个要吃中午饭。嗯，还要回来。哎，老说那个，等会把那个木耳泡点点儿。啊，等会炒瘦肉，他又吃不得肥肉，要炒个瘦肉来吃。今儿胖哥回来，给他炒个瘦肉，给爸爸炖个那个莴笋排骨。胖哥喝不得高汤，先把那骨头来夹起。我们那个简单又粗暴，一起炖，再放点香料下去。好，直接开盖夹起。再切点瘦肉，给胖哥炒个木耳炒肉片。看我们的木耳低点儿，你看泡嫩到完，每次就抓那么一把哈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些菜配齐了，等胖哥回来就可以开始炒了。耶，那个人还没回来耶，我菜都准备好了。你怎么看呢？没看到啊？你看到踩过路哈？没有。哎，我还在看车子，你看这几分钟，两分钟，两分钟哈，哎呀，竹笋，哎，嫩到爆。这个林子。哇，林子啊！看我第一会儿看林子，它长成啥子样子？车子里面还有点儿，开过来往上下。要得。这门跟车太多了。是的，对的。哇，你饿了吧？我再炒两个菜就可以开饭了。我来炒嘛。你光做点咸哈嘛，硬是那么喜欢炒菜呀、啊？在屋里也是一个人炒菜。要想木耳不炸，就不停地给它翻炒啊。那是老公教给我的方法。把木耳炒得差不多了，把那个大葱，好了，放点鸡精，起锅了，直接给我干。哎呀，回到家就是安逸，还是老婆体贴人，我休息喝茶，她来炒菜，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。那是爸爸最爱吃的麻婆豆腐，还要撒一层花椒面，在上面插点小葱，开饭了哦！来吧，吃一下吧。吃啊吃！那个木耳嘞，你吃它吗？你也喜欢啊？哎，我也没把它吃烂。嗯。过了那么大块。我想了。嗯。你看他店里面啥子想吃呀？你就给他说，那我拿来煮。我本来打算弄那个姜丁来炒点肉的，后来我想说姜丁炒肉，我觉得要炒那种肥一点的哈，才好吃。嗯、我想起你又不能吃肥肉，我就用木耳炒肉了。姜丁不能肉。嗯。就拿个蜡烛就、嗯，下次把那蜡烛就弄来炖起。加点儿干豇豆，加点儿那个干竹笋哈。包点儿排骨。嗯。我看到人家视频在大山上，那个车子坏了，帮我着急的。嗯。没有坏，他是房东也没得了，我下午把车开去保养。那是啊，你要去把它每次出发之前要去好好看一下，又不真正遇到啥子大问题了，你也到我前面着村儿和不着店儿的。我吃块豆腐，我想吃。那、哎、你肠块有狼了吗？那个是不准吃吧？那是不能吃吗？好吃，爱得很。爱得很，你就是少吃。那个豆腐好吃，哎，在我卧龙井家的还是相当好吃，那麻辣豆腐在。要那个肉吃嘛？哎。
你真找不回来，东西不拿回来，我跟我爸爸两个都没事做。要不拿回来做嘛？那我这行还有十几单没有发呀，已经堆积了十几个单没有发出去了。是吧？不是插秧子这就插单笋。我们家的锅还不是，我全部堆到仓库里。嗯。你以后就直接从松江发锅嘛哈？全部从松江发。是的，因为那边那个快递也没降下来，他最多就给你少2块钱。你在屋里哪天把个姜点儿、干姜点儿给爸爸拿出去给炖了嘛？我晓得啊，我雨天都在看到他拿出去，我在想拿哈给他炖了。